你得如实告诉我。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牵连？有哪方面的牵连就说哪方面的牵连，这对今天下午开庭就你们家大少爷可至关重要。 主任是通人，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肯定是要在我们北平分行走。背后牵涉到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扬子公司，我们行长也不能不帮他们走账。但有一点我可想主任保证：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钱，我们北平分行，包括我们行长本人，没有在里面拿一分一厘。 是不是昨天北平学潮的事儿，给救我们大少爷添了新的难处？你不瞒我，就算是犯纪律，我也得给你透点风啊。今天下午开庭，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和空军走私案并案了。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些人太不像话，前方那么吃紧，他们还敢在后方这么紧吃？将作战的飞机调去走私民生物资，哼！昨天北平这么一闹，连美国都发照会了。接班的那位趁机插手了。 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多数都是单线。要是你大哥是共产党，发展他的单线又是我身边的人，那总统方面能查得出来吗？爹，你怀疑崔副主任是共产党？ 如果你要是忘了，就回去查查你在中统方面的手册，上面有没有一条写着：“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最善于下闲棋，烧冷灶。”爹，您的意思是，崔副主任是共产党下在您身边的一招闲棋，而大哥？ 是崔副主任烧的冷灶。我怀疑自有我怀疑的道理。现在是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要真是这样，就先切断崔中石跟大哥的联系，我们另想办法救他。我这就给南军徐主任打电话，叫他不要再念崔中石了。不要再打电话了。 崔中石是不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只能我、你还有你姑父三个人知道。任何一个人知道，都会成为要挟我们的把柄。原定由我们中统调查审理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现在改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来接手。他们主诉。 我们倒变成了配合。一件空军贪腐案，一件你们家大少爷的涉嫌通共案，两件案子，直接间接跟你们行长有牵连。你说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主任。
如果不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些话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只会接下来替主人去做。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跟主人说了。主任知不知道，空军作战部的那个胡俊堂，在明石调配委员会挂钩的几家公司里面，有多少股份？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因为这些股份都是记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名下。枪毙了，侯俊堂也不敢说出来。假如法庭判了侯俊堂死刑，那这些份子该归谁？我们行长为的是自己的儿子，主任您干了半辈子，也应该为子女们去想一想了。您的家眷已经去了台北，听说尊夫人带着四个孩子还住着两间民房，往后总要给他们一个住处，还有四个孩子总不能辍学吧。他们那些人捞的钱可是子孙五辈子都花不完呢。主任信得过我和我们行长，就当我刚才说的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事情我们去做，两个字，稳妥。你真不该跟我说这些。如果下午开庭，侯俊堂被判了死刑，我倒真变成无私也有私了。就算是杀了侯俊堂，也未必能救得出你们家大少爷。单就一条战场违抗军令这个罪名，铁血救国会的那个曾可达不会放过他。就违抗军令这条罪名不能成立。我们大少爷是笕桥航校的教官，一直只有教学的任务，没有作战的任务。尤其这一次，空军作战部下达的轰炸任务是给空一师一大队和二大队的，只是因为侯俊堂把这两个大队调去空运走私物资了，才逼着我们大少爷带着航校的毕业实习生去轰炸开封。这本就是乱命。主任只要抓住这一条，我们大少爷违抗军令的罪名便自然不能成立。离开庭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曾可达从杭州带的人也该到了。我要准备出庭了，一切拜托主任。
下雨了，雨一直在下，鬼天气，去法庭。 徐主任，你的当事人如此藐视法庭，你作为辩护人，对此有何辩护？本陪审兼辩护，提醒当事人应以戒慎之态度接受庭审。被告人。 本庭将依照一切法律程序对你进行审理，请尊重法庭。是。带被告人林大为、侯俊堂上庭。 陈述，本人是国军现任中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我走私一案，毫无证据，纯属诬陷。今天将我和共党同堂审讯，这不只是对我本人，也是对党国的侮辱。我本人强烈抗议。公诉官。 回答被告人的陈述。好，侯俊堂，今天的特种刑事法庭，既杀共产党的谍匪，也杀走私贪腐的国民党。 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做的决定。你清楚了吗？你认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你走私一案是诬指是吗？侯副部长，你杀了那几个替你们执行走私任务的空军军官，就没有人可以指证你走私民生物资了吗？你以为灭了他们的口？
党国就治不了你的罪了吗？那你就太小看国防部和党通局了。你说的这些，跟我该无关系。你不配戴这个青天白日。你现在回答我，以作战部的名义私调国军飞机走私民生物资，致使昨天北平发生大规模血潮，这与你无关吗？619，空军作战部的规定是，由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轰炸开封，是谁擅改命令，命航校的共产党不轰炸开封，致使开封战役失利，这也与你无关吗？还有，这个共党谍匪林大为，他是在国军哪个部门任职，是谁的部下，这都与你无关吗？今天一件是特大贪腐案，一件是通共情报案，一件是通共违抗军令案，件件与你有关，哪一件都可以毙了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你还有脸抗议？庭上，我要呈诉。公诉人不宜在法庭用此等方式质询被告人，请将枪支呈交法庭暂管。准许被告陈述。共党谍匪林大为，他在空军作战部已经供职6年了，而我本人是去年才调任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的。公诉人将他与本人牵连，纯系诬陷。本人恳请法庭调查。619开封战役，调笕桥航校方茂敖实习大队执行轰炸任务。通讯局联络处可以查我的手命。公诉人竟诬指本人命方孟敖不轰炸开封，也恳请法庭查清。同意被告人陈述，陪审人兼辩护人出示有关案卷。是。查国军空军作战部作战参谋林大为，自民国27年隐瞒其共党身份，报考国军空军航校，毕业以后在国军服役1年。民国31年由国防部保送美国深造，民国32年回国，后混入空军作战部任作战参谋。自民国35年国共交战，该犯利用作战部作战参谋之特殊的身份，23次向共党延安、东北共军、华东共军发送国军秘密情报。该期间，林犯大为均系个人作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反对。庭上，徐主任刚才说此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这个当字显系推测，本公诉人要求调查方向法庭做明确表述。反对有效，调查方应做明确表述。本人实在是再没有更明确的表述了。经过详细的调查，并没有证据表明侯俊堂知道林大为系共党匪谍，如果因为林大为系侯俊堂所管之下级，便认定他有包容共党匪谍罪名，那空军作战部6年以来历届政府部长皆应起诉。公诉方对此表述是否认可？当然只有认可。接下来徐主任是不是还要出具调查材料，证明侯俊堂与619方孟敖违抗军令案无关，证明侯俊堂与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案也无关呢？庭上，
为了使本陪审兼辩护人所出具材料之公正可信，本人申请先出具一份与本人更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同意，可以出示证据。大少爷住进医院了吗？是的，老板，下午2点进的医院。徐大夫愿意去会诊吗？礼金收了没有？都收了，应该会尽力的，老板请放心。大少爷的病很复杂，还可能引起很多并发症，等会诊结果吧。还有，听声音你也伤风感冒了，不要去探视大少爷了，以免交叉感染。我感觉身体还好，应该不会有伤风感冒吧？等你感觉到就已经晚了。家里那么多事，都少不了你。你的身体同样重要。还是大少爷的病情重要。这里除了我，别人也帮不上忙啊。相信家里，除了你，上面还有人帮忙。5点前你哪里也不要去，5点整还在这里，等我电话。我抗议！这是这头这尾的诬陷，是他们勾结好了对过去空军的诬陷。我本人从来没有送过什么钱给徐铁英。徐铁英，方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为了给方某开罪，你竟这样的害我！庭上，侯俊堂。你刚才说徐主任陈塘出具的10万汇金是他们勾结好了对你的诬陷，你能不能说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为什么他们要勾结诬陷你？方茂敖是共党，谁能在这个时候拿出10万美金给徐主任来栽我的赃？我恳请法官大人还有公诉人调查徐铁英。被告人的请求，本公诉人希望庭上予以考虑。你是黄埔四期的老人了，啊？后来又被送到德国空军深造。总统党国对你的栽培，不为不深吧？当此党国多难之秋，用人之际，不只是总统和军队想保你，连我这个在党部工作多年的人，又何尝不是想保你呢？是你自己，你自己走得太远了。为了钱，为了你的一大三小的几个女人，还有那些女人替你所生的那一大群儿子女儿，你居然连自己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你都忘得一干二净。我在党部工作多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党字怎么写？你不用回答，我告诉你。党字的底下是个黑字，可党的头上还有三把刀。谁要敢黑那三把刀，就绝不会饶你。我再问你，6月22日运送走私物资去香港，在岭南坠毁的那架 C-46，是你私自调用的吧？你不用回答，你的亲笔雕令就在那里，他可以替你作证。619开封战役，前两天是空一师、空二师的编制大队执行轰炸，可到了6月22日，原定执行轰炸任务的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又被你调去干什么去了？二大队的队长坠机死了，一大队的队长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了。可是你别忘了，身在中央党部的党员通讯局，我现在拥有大量的调查证据。我知道公诉人想问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侯俊棠所说10万美金诬陷的问题。经法庭允许播放这段录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些新进，这次是要向我们这些老人开刀了，把我们这些老的都赶尽杀绝了，他们也好接班嘛。这点东西不是给徐主任的，徐主任也绝不会要。那么多弟兄为我们办案，局里也没有这笔经费开支，就算空军方面给弟兄们的一点出勤费和车马费吧。侯部长还是没有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法币今天的币值已经是1200万比1了，这些都是花旗银行现提的，一次也就只能提10万。哪些地方还需要打点，案子办好以后，兄弟一定想办法再补上。徐主任，这录音似乎还没放完啊，是后头没有话了呢，还是给抹了呢？要说缺钱，谁都缺钱。要说困难，党国现在最困难。有这些钱，真的应该用在前方与共军打仗上去。侯部长真觉得自己以前错了，亡羊补牢，犹未未晚。国军打仗要花钱，中央党部那么重大的工作也要花钱。我侯俊棠也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员了，这10万美金。就算我交的党费，这总行吧？侯部长就不怕我把你这个党费真的交到中央党部去？徐主任交到哪儿去，侯某人都认了。当前是戡乱救国时期，根据特种刑事法庭陆海空军法律条令第5款第9条，侯敬棠犯利用国家军队倒卖走私国家物资罪，因私擅改军令，导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林大为犯敌军间谍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
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请法庭依法判决。反对。陪审员好像是忘了，你还是他们的辩护人。按照法庭程序，你就一句也不为他们辩护吗？根据特种刑事法庭辩护人条例，罪犯涉嫌国家安全罪名成立，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申请放弃辩护权。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那空军笕桥航校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徐主任，你是否也要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需要什么辩护人，我做的事我自己会向法庭说清楚。方孟敖，你背后那么多人下了那么大功夫为你活动，你就一点都不领他们的情吗？反对。公诉人的言辞已涉嫌污蔑，请法庭责令公诉人明确表述。公诉人刚才所说有无证据？杀了侯俊堂，尤其是杀了林大为，证据自然就没了。公诉人，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侯俊堂、林大为、方孟敖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有证据链接？回庭上，今天是三案并案审判，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昨天晚上做的决定。作为党部的代表，徐主任好像是忘记了这一点。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尚未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为什么就急着要求法庭将侯俊堂、林大为两案结审？方孟敖率领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不轰炸开封，既不是侯俊堂下的指令，那么是谁下的指令？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下这样的指令？徐主任，空军作战部直接负责传达指令的就是共党谍匪林大为，难道你就不想问清楚林大为有没有暗中给方孟敖下达不轰炸开封的指令？公诉人的提问，陪审方兼辩护方应做出正面回答。我只能根据调查的证据回答。从6月23日至7月5日，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讯局，并联系了保密局，还有空军的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方孟敖与共党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发现方孟敖与林大为有任何接触。如果公诉人怀疑方孟敖与林大为系共党同党，现在可以进行当面质询。同意。被告人林大为起立，接受公诉人质询。谈主义，各为其主，我理解你。我不跟你谈主义，我就跟你谈做人。林大为，你既然信奉了共产党，那你就应该在共产党那儿领薪水，养自己养家人。你怎么能一边接受党国的栽培，享受着党国提供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一边为并没给过你一分钱薪水的共产党干事儿呢？端党国的碗，砸党国的锅。林大为，这样做人，你的内心就从来没有感到愧疚过吗？既然你不给我谈主意，我也不给你谈主意。国民党和共产党，谁的主义是真理，历史很快会
我会做出结论。你说，是国民党给了我生活保障。请问，国民党的生活保障是哪儿来的？你无非是要说，弑君之路、忠君之事的那些封建伦理。 忘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孙中山先生说过自己是君王，说过大家拿的俸禄都是他给的。你的问题，我现在就回答你。你们。 包括你们的蒋总统的俸禄，都是人民给的。你这是在回避我的质问。没有政府哪来的人民啊？你的哪一分钱是哪一个人民亲手交给你的？啊？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政府从人民那儿拿。 可你们的现行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钱，又为人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侯俊棠就站在这儿，难得你们今天也知道要审问他了。可还有千千万万的侯俊棠，你们还会去审吗？ 这句话你问得好，我希望你活着。你只有活着，就能看到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一个侯俊棠抓出来受审的。林大为，陆海空军条例有一个特赦条例，凡我国军人员通共者，只要能幡然悔悟，自首反正，可行特赦。你只要自首反正。 我们可以立刻让你和你的家人到国外去，一切生活政府提供保障。你们的调查实在是太不认真了。我林大为曾经有过一个妻子，早在10年前就被军统杀了。这10年我也没结过婚，哪来的家人？至于我个人，这次。 根据7月2日空军第1院之病理诊断，林凡大为患有多种疾病：第一，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并有糜烂性胃炎，病史5年；第二，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并导致严重的忧郁症，失眠时3年；3。 经过透视检查，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怀疑是肺结核晚期，判断该病人的生命期3到6个月。因此，你连共党地下工作条例都全然不顾，直接使用空军作战部的电台向华野共军发送秘密情报。 临死你还拉上这个被你们发展的无知党员方孟敖，公然违抗军令，不向共军投放1颗炸弹，坐视国军大批伤亡。回答我，是不是？